谢谢大家在这个周末的下午，我们一起在这边相聚。大家好，我是南非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徐超斌的学姐，我姓李，我叫做静兰。好，那很谢谢大家周末的下午，我们可以在这边齐聚一堂。那今天呢，是要从一个这个医疗照护起始的一个共生地，我们来讨论什么叫做共生照护跟全人疗愈。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贵宾哈。我们今天主讲人有两位，一位是陈玉贤老师，这是我的学妹，也是超斌的学妹，她是我们台北学大学毕业的老师，对，那她是国立台东大学高龄健康与照护管理原住民专班的助理教授。第二个要介绍的是林依莹主席，我们欢迎依莹。相信在长照界里面应该有人认识依莹。对，他是博拉肯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的理事主席。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四位领谈人，一位是徐超斌，他是我们南非基金会的一个执行长董事，也是南非基金会的发起人。那再来是刘少君，哈 ，Hello， 少君好。他是就是在地的哈，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再来是我们家的帅哥美女哈，萱子，全萱子，他是我们医护所的护理师。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木田，周木田，对，他是我们全部的颜值担当哈。对，超斌看到他就会感慨：我变不帅吗？没有，一样帅。还是我们南非医护所的护理师。好，那我们呢就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欢迎我们的第一位的主讲者依莹来帮我们谈一谈，让我们找回部落安老的家。欢迎依莹。非常谢谢董事长还有徐医师跟各位好。那我想今天大家会在这边应该对高龄都非常有兴趣。好，所以一开始我今天要邀请大家参与一个活动，就是要邀大家写诗。你写了吗？对对对，你看，我住在台中和平南关部落，那我们那边是太阳族，那这个太阳族其实是一个我们那边有一个双旗部落，有一个大文学家就是瓦利斯·农干老师。那他如果一般现在小孩大家会听过，就是戴墨镜的飞鼠，就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一本书，你就不太年轻这样子。现在孩子都会看这本书，它是我们瓦利斯老师写的。那他一直希望说，文学事实上不是，就是特别是少数人，其实大家都可以做的。好，所以我们今年那特别在我们长照在部落也做了。五年的话，那其实也是在思考那个文化照顾的议题，所以其实我先邀大家来参与我们二行诗。那二行诗不难哦，就是应该你大家想象，就是等一下两个小时结束之后出去就要教这样子，不要再回家了哈，就把你它是两行诗不限字数，好，那但是我们本来是说报名一首就好，就瓦利斯老师坚持要三首，所以它的主题有三个主题，就是你可以写我的阿公、我的阿公、我的阿公，或者是我的阿公、我的阿嬷、我的阿祖，这样就是你可以不同主题也有不同一个主题哈。那我们这边有个小小的影片给大家看，比较知道到底要怎么写。大家好，我是在广场工作的阿丽，现在
这样而已哈，就两行诗，你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哈，那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好，那刚刚有听到很多都介绍勃拉罕，勃拉罕其实是泰雅语的意思，它是陶我。那这是我们部落耆老，像我们在做这个长大工作，帮我们取的名字。那我们这个陶我勃拉罕是还要围在一起才叫勃拉罕，不然其他陶我是不同的发音。那它其实是互助希望。那我们现在有 A 单位，就一般的 A 个馆，那 B 居住，那现在正在筹设一个日照，就很小啊，四五床而已。那个在部落的活动中心，那我们其实非常期待，因为未来实际上我们还有两床在做小柜机，就是可以做24小时照顾。那其实我们在部落的推动，其实。宿舍不是很容易，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始的时候，长照需求很多。可是我发现，我其实会做到部落，是因为我是汉人，但是我是带孩子去读那个国马国小，就是实验教育，所以是纯粹就是搬家，孟母三迁搬到那边，无意间就开始，我进去我们今天大概八年了，那就在那边生活这样，那时候说长照不是很容易，是因为长照需求很多，可是我看不到外劳，那就想看不到外劳的意思是说，发现因为以前我是航道警长，在金山啊，在林边啊，在很边边的地方，外劳还是很多，就有老人照顾需要多，可是后来跟部落人讨论说，原来其实请外劳大家其实付不起。就是很难负担请外劳的费用，所以就自己雇。可是医疗啊，还有长照都很弱嘛，所以就很少。所以我们就开始鼓励部落人开始当照护员，所以就一路以来，我们现在已经有大概60几个照护员，那在部落，那也蛮多年轻人回来。那这个是我们自己有作为一个公益晚餐，因为现在大概政府有补助中餐，但没有晚餐。那这个我们自己有国小小朋友会来打菜。就是他看到他自己阿公阿嬷的名字，菜都会装多一点。那我们大概是一个就是希望说是一个跟家合作的一个照顾模式。那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有居家医师，那也有跨专业整合，那跟部落蛮多照顾员，特别是老中心都有。那当然，我觉得在部落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教会的力量，很多教会一起参与这样。好，那我们在部落，因为其实后来发现，其实泰雅族跟那个台湾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很有趣，是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个蹲葬，就是长辈如果过世的时候，其实是在那个家屋的那个床底下挖一个洞，那就是把我们泰雅族是把那个。用太阳布把它包起来，就把它放在里面。那那天有徐医师谈说，台湾组有，后来我那天 Google 一下，原来只有台湾组跟太阳组有，这还这个原蛮巧妙的地方哈。那我们在部落其实因为一直很希望就是任何的照顾都希望都接得住，所以是轻度、中度、重度都希望可以。都可以让长辈回家哈，那所以我们只要有任何的照顾需求，其实从住院到我们就会去访视，那把他接回来。那一开始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我们这个七亲阿公，他已经在护理之家1年了，那可是他已经住得非常严实，他不想回。那后来我们就跟傅医师，就耳鼻喉科，就东势维恩诊所，那跟护理师，那去还有部落大家。排班24小时排班，那时候我们的照顾员才一起去上口腔抽吸，因为要抽痰。一般我们在居家的照顾员做的都没这么多诊，可是因为有需要，所以就开始受训嘛。那所以你看阿公哇，厉害，好像8几天要40天而已。这个那后来他的2年其实都非常的就是他都是自主生活啊。那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我们会看到说，对啊，居医跟居护还有照顾员合作，它的力量这么大。那我们会遇到高富农，就是我可以8、7、8、2斤，那可以在前走路、吃饭，
那但是其实也会遇到老鼠的，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年做了非常多案例。那这次海拔2000公尺在环山一路，很远哦，就是在我们和平，和平很大哦，和平是台北市的3.8倍面积哦，所以它是这样。那我们是照顾员，就是陪伴跟卫生所合作。那我这边有个影片可以稍微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到最后安宁的那个状态，像这个是他是从医院接回来，那我们这边都那个阿嬷是叫两地的嘛，那你可以看到大家叫会的声音，其实那个一起陪伴他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安宁照顾，你会发现，那个不是到最后都不清楚，其实他很大家给他一个很大的支持的时候，像这个是肝衰竭。他有4个未成年的小孩，他现在已经先过世，他又要过世，所以那孩子是需要陪伴。那后来我们陪4个孩子，让他没有创伤，让孩子没有创伤。那他也留了他最后一个生日开烟火的烟包。这个是阿公，他回来之后整个都是痰跟背都是伤，可是我每次照顾大概20天都是干干净净的，最后一天都还能唱。就是你看到一个好的照顾的时候，特别我觉得医疗很重要。其实，台湾的医疗是很进步的。那这个其实是最后因为他就知道我们有安宁，他就不去医院，那我就居家医师陪他到最后。他血氧掉的时候，发现来不及，因为他大女儿3天或者什么日子的嘛，就赶快失去。你可以看那个眼地貌，都清清楚楚的。所以，家真的是一个很安定的力量。你看他自己跟他女儿在间，然后6个小时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我们在之前也在部落，就是不管就是2级到8级到中间的阿姨，那我们甚至有个阿嬷，我们今天有2个个案是就是睡就最后离开。他2天前还在我们把他的共生基地活动。那结果回去就走了哦，那跟那个英国女王一样，就是大家很期待的那种寿终正寝。好，那就提到这个是我们在部落发展，跟南回的缘分是去年12月有来哈。那这边其实是一个很对，这是玉萍姐，这是我们部落泰雅族的，她是照顾员，但是她后来去读经营社工。那就从我们居住，还从我们的业务负责人，很棒，好棒。他那天，也是哇，我就觉得，我也是住到部落，发现原住民跟原住民不管哪一组都很亲，就是大家，而且还真的会有亲戚，就是大家那种连带哈。那所以也因为去年12月有来了，南回，那我们就开始，那今年就在想说，可以怎么大家合作。那就在今年的6月，就是开始我们就想说，那就用2天1夜的提顿，这个其实有点无意间发展出来的哈。那因为在评估房市的过程，那因为我们其实来就带围裙，其实我们第一次6月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想说是一个服务提顿，就是想说来房市评估，可是因为我们都带了围裙，所以我们开始第一天就开始做一些，第二天就整合，因为我们就发现。特别这个有一个阿公，他其实是疥状蛮严重的，所以现场其实大家就开始就发现说，我们应该不是只有房市评估，我们动手协助哈，那看看可不可以把些根本的问题解决哈。那其实很快，因为我觉得团队，因为以前我们家居业哈、居物业啊、居照顾就是各自进场的那。可是我觉得，因为主题的这种团队式的方式，像那个阿公，他其实是刚住院1天嘛，就回来，我刚好那天去，其实他儿子也很苦恼，那个照顾不会换尿布，那其实身上其实那个也没有办法好好擦一个澡等等哈，那就大家团队替他，那个阿公真的就是那个也帮教那个儿子换尿布，就说那个很轻松，就是。瞬间就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那个
团队力量的话，就发现说，哎，其实我们好像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两个礼拜来一次，两个礼拜来一次。那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有居家医师，我们连接居家医师，像云林的方振华医师，那台中惠雅医师，那还有那个嘉义周梦华医师，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发现说，哎。真的来到南回之后，其实居士编制上在的团队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基础。那他们在因为这边有非常好的设备，所以其实进场之后，跟只要就是跟团队合作，那个效果其实就会很好。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本来像这个阿妈那个伤口，其实那个伤口是。痛风，它其实不是撞到，我们等下以为是撞到，或者是因为痛风，那就是马上做及时的处理。那协助家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是协助家人，跟因为有时候真的照顾到很累，要靠近，其实心里很低的。那不过大家协助他，那让他们直接做，不是我们照顾他，是也把这个是其实第二次把家人再带进去的时候。那个互动就好很多。那这个是那个刚接出来的阿公，后来你看他以前他鸡毛色很出来嘛，那就可以这样。那我们等一下那个宣子啊，还有目前啊，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参与很多，那跟少年队的时候怎么样？那所以短短的就是你六月开始到现在是三个月哈，其实我觉得长辈的改变其实。非常的明显。那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是他现场的照顾，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居服一个人进去是真的很辛苦，那你要整盘解决这些很难，可是真的是两天一夜的这种团队，就是大家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后续做的照顾也有精神很多。好，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像这么重症的长辈，他们开始会表达，好，那跟家属互动，那甚至他们走出来，好，那而且他们站起来，我觉得是在这我那天在整理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就是因为团队这样的力量，就是让我们的长辈就是站起来走出来，好，那跟他的亲友，甚至做很多的疾病也，就是那个反复入住院也减少。那像这样子的长辈，其实那一天我们都没有预期哦。我觉得夫妻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没有预期去说真的是大扫除，就是现场大家都讲一讲，看一看，你看同辈啊，那天目前来说，哎，你们扫完了，大家都很欢，就是那你看这我们上次其实前几次都还是这么大的一个杂乱，可是现在整理好。我们这次去哇，大家都非常的舒适。那你看，我们不是我们去舒适，是长辈还有家人天天都很舒适。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叫谢谢目前跟宣子。那一天是他们后来照顾以后就开始，因为他们我们梯队结束之后，他们还带着长辈去看他。就是我觉得大家有团队力量之后，其实让在地的伙伴就可以更有力量去做很多事。所以现在，你看哦，他其实是本来是要被以为要被断食三周的一个长辈，你看现在在看他，那跟家人哦，还有特别是阿嬷哦，因为阿嬷其实照顾得很累哦，其实非常的就忧郁症嘛，然后那整个心情状态都很多，可是也因为这样，他就变得很有力量。那这个长辈你可以看到，他本来是偏瘫，可是短短你看就是也是这样几个月的时间，他其实就开始可以移动，可以走路，就是可以往外，就是可以坐起来。那这个长辈也是，就是他腿很没有力，可是这样进场的话，约定你要每天要练习，好，那鼓励他，好，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你看就慢慢就是好转起来。那这个他是一个喜肾的长辈，那他其实本身事实上家里是非常非常疲惫，那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之后，我觉得好的对象，而且是
听得懂的味教，就让他们都在家里就可以煮。那这个是也是刚刚说的那个出院啊阿公，那其实他的儿子是非常就很男子汉，可是要做这样照顾起来是真的不容易，那就是教他换尿布等等。那这个是对，这个其实我们他本身肌肉是上面有退化，可是他就没有鼓励，没有协助，他还是就是会卧床。那可是在这几次以后，你看他已经站起来。那好，那这个长辈其实是他会很容易晕眩，可是大家的陪伴他站起来，让他坐起来，鼓励他吃。我们在这个过程很多都做口腔的协助，可以鼓励他自己用餐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就是大家本来是卧床，怎么离开家？好像今天的主题就是让那个日常，就是超日常的事情是让这种卧床式的长辈他还可以拥有。那我蛮就是蛮遗憾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去年其实玉林姐来，她其实来她也在那次来的时候发现她回去的时候，我发现她第三次癌症复发，所以她其实今年四月已经离开了。可是在她的告别式里面其实她家人特别提到说玉萍不单是在台中服务，就是我们自己回归太阳的部落，那她也到南回去协助。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人真的那个生命很难说，那但是我觉得那个意义跟价值其实是很有的，所以最后就用这一张，我又把它放大，就是这个是我的图版的那个赵福元大姐，她其实她是刚加入，就因为 All in One 这个方案她加入，她就每次滴热血，你知道吗？她现在做的口腔照顾超专业。我敢说台湾的居家服务的照顾有一半没有办法做到他这么专业的口腔照顾。他现在是他就跟着学这样，就跟我学，你知道现在要口腔照要做这种口腔清洁的，他就从第一步，因为他会整套。所以我觉得我们服务第一个是阶段性的，他不会是长久，在地的站起来才是永久嘛。所以我觉得有跟徐医师跟大家那这几个月在这边共创，那这一位我特别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泰马里那个台湾族的位置，那也是我们的伙伴哈。那无意间他也参与了南回，所以他说他是旅外的族人，所以他自己其实有剪了一支影片，那我最后就用他剪的这支影片送给大家。
所以呢，其实居家的医疗跟居家的护理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的重点。那这个时候也谢谢卫福部在很多政策的开放，也让我们呢能够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呢，就是除了居医跟居护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补的一块是居服。所以谢谢易宇，就是1000公里的这个横越带给我们居服的经验。那其实呢，超病也除了创立南回基金会之外，其实更早之前先成立的是南回协会。那我们也谢谢今天小云南回协会的理事长施元猜，总干事吗？对，小云他的掌声。那长期在这一块在南回做了非常的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模式，未来是南回基金会跟南回协会也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就可以带给长者，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得到医疗护理跟照顾的服务，能够安心的在自己一个从小到大土地上面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据点。那我们谢谢应带给南回的感动，带给南回的分享。那相信我们也会继续把服务梯队带来的成就继续努力走下去。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休息5分钟，好不好？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整个演讲时间不长，我们5分钟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也可以稍微跟我们的这些今天来的这些分享的人做一个交流。好，谢谢你哦，5分钟你们。
那我觉得说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同理心，还有就是找到学生那个点，他触动的那个点，那也是那个点是让我从文组可以跨到历史去哈。那当然就是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教育的部分我们做了哪一些哈。那当然我以前是社会组，后来我跨到理组，大概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经验哈。那我自己在台东马街做了将近九年的工作，我也去做居家护理的服务哈，也那个时候也在做居家护理，我也看到我们台东的有很多很多的困境。那当然其实到后来我觉得说我们未来的长照政策还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在面对超高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倡议我们的需求，因为常常都是我们走在前面政策才改变，所以我们要先去倡议我们的需求，知道我们的需要哪一些帮忙，那政府才会跟着来。所以很重要的是政策常常是后面来了以后可以引导整个转变。那也这个也是我自己在看比如说在澳洲的体制还有日本的体制的时候看到的一些面向。那当然还有在照顾一些长者的时候很重要，很多长者到我们去照顾长者，他的常常就是会说我老啊啦，我老用啊啦，没看紧啊，我难挨，他们常常就是发出这样的感叹。所以我们会很乏力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我们很想帮助他，可是他没有想要活下去的意念，或者是说他没有想要继续改善的意念的时候，很重要的那个 motivation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触动他的希望。所以这也是我去日本交流的时候他们一直很强调，就是说你要让一个长者能够复健，能够在乎他的健康，一定要找到他还有什么愿望。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他们有一个长者，我在机构我在日照里面就看到这个长者一段时间他就起来很自发性的沿着栏杆一直复健一直走路，然后他就很自发性的走路。那我们就谈说他的愿望是他还要去爬富士山哦，所以他的照顾者他的我们讲应该说叫照专啦，在我们台湾的体制叫照专，他们家叫 care manager， 就告诉他说你要去爬富士山你现在的脚力是不行的，所以就跟他讨论以后定制了复健的计划。所以他就知道他这一生还希望去爬富士山。那有一个长者他也是卧床很久，他就是生了一场大病，原本都是靠居家护理师。那这个赵专就跟他谈说你还有什么愿望，一个84岁的阿妈说我还想要赚钱。好，那所以他就跟他说你现在的状况，如果你要想要赚钱，最起码你要能够自己行走，能够自己做很多很多事。所以他从床上开始做肌力的训练，开始接受照顾，开始慢慢可以坐起来可以走路。然后因为他年纪很大，两年后当然没有人要聘他，可是两年后他可以在临近他们家的护理之家当志工。而且我们去日照的时候他是帮忙端着盘子，好，然后帮一些身体不便的长者帮他端茶帮他端午餐。那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人的那个触动人心的那个部分很重要，就是今天我们怎样吸引更多人愿意投入，要知道他内在的那个点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让他一直持续的去帮助别人，然后照顾长者。另外一个我们怎么样让长者能够持续性的帮助自己然后照顾自己，很重要是他的愿望是什么。好，那这一点是我想要分享的。那所以我在讲说那我为什么会后来就从文组走到理组，是因为我在16岁的时候被教官带到马街医院的急诊室。当时我的爷爷是被车撞到，他口鼻一直流血，他躺在急诊室的时候，我穿着白衣黑裙16岁的女生，我可能在发抖，然后可是躺在他旁边的是一个也是车祸受伤，然后脸上放着冻巾，医护人员在帮他缝合，而且有说有笑。可是我爷爷是躺在那边，口鼻一直流血，没有人理他，就跟我说：“妹妹，你要赶快打电话去跟你的爸爸或家人讲，要赶快来交保证金，我们才可以帮忙处理你的爷爷。”
所以那个时候的政策是什么？那个年代的政策也都是说，你没有去缴保证金，医院是不会帮你做任何治疗的，因为学校很，因为医院很怕呆账，所以也就是那个过去的政策里面，那包含说后来的政策就是说，病人只要到了急诊，不管怎样，他可能已经往生很久，我们还是要做30分钟的急救。这也是某一个时段的政策，所以我们以前在急诊室常常在做一些无效的医疗，其实我们是很辛苦的。到最后，我们可能为了还要压30分钟，就会把一个机器叫 pacemaker 放上去，一直砰砰砰砰砰一直压这样子，然后压到可能病人他已经胸骨都断裂。好，那个，所以在未来的长照，我们觉得政策也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医护人员不是没有同理心，而是他是碍于政策，所以你没有去缴钱，我不能为你的爷爷做任何事情。好，也就是那个场面让我觉得，未来我后来的当护理师，我告诉自己要做一个有温度的护理师。那所以以前在急诊值班的时候，我们很多很资深的学姐，当病人他在急救室往生以后。他就会很快的，家属来，你们是要去殡仪馆、去地下室，还是要回家？就三个选择。可是那个家属来处在很震惊的状态之下，他还没有办法接受他的亲人已经死亡。可是医护人员就马上告诉他，你现在要赶快去衣架，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你有三个选择，你们要做决定，你是要去地下室，也就是我们学校、我们医院的太平间叫安息室，还是要回家，还是要去殡仪馆？完全没有让家属好好的跟他道别，或者是说还有一些商量的余地。好，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护理人员没有错，他很快的要把急救室清出来，可是他却忘了多给家属一点同理心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政策很重要，所以我们都要不停的去倡议，去提出我们的需求。那包含说，几年前我们刚开始在做肠道推动的委员会，我们到各个乡镇，我们每次讨论就是没有交通工具，然后就开始讨论。后来慢慢的，现在就有所谓的爱心巴士，或者是说，现在还有微光计程车，有很多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需要，慢慢的才有任何的可能性才可以慢慢来。那这也就是照顾人生的序幕。那其实，南回的议题我一直都有在追吼，包含说路长还是命长，还有杨立州那个导演的纪录片《来不及墓园》，其实这些都是我在教学的一些素材，我会让学生去看，然后让他们追有一些想法。那还有就是说，像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学习是预做，不是为未来，预言未来出现的未来，而是对未来做准备。所以我后来到澳洲，我念的是老人护理学，然后念的是长照护理，因为我知道我们台湾真的很需要。那也就是这样子，回来台湾之后慢慢教书。那这是我在澳洲工作的一个机构，叫 Woodland Park。那这个安养机构，我当时去做外籍看护工，是因为我想要学习他们的照顾经验。那当然我一去。我是黄皮肤嘛，然后他们就会说，他就觉得黄皮肤就是 stupid， 就很像我们看外籍看护工一样。所以我一刚去就常常都被里面的长者那个欺负，好，他们就觉得我很笨哦。那有机会再分享那个故事。那当然，也就是分享一个比较可爱的经验哦，就是说，我在照顾长者的过程当中，因为在机构，他们外国的环境就是确实就是好大好美好无聊哦。那机构的长者每天都被推来活动室，他们不太有活动，就可能坐在那里坐一天这样子。那所以有时候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失智的长者，他其实没有失智，他只是不想说话、不想互动，就坐在那里一整天，然后就看着人来人往。那有一次有一个长者，就是那一阵子是耶诞节，那我其实都会很自发性的就跟个案讲话，我也不期待他会回应我什么，然后但是我就会很习惯跟他讲一些事情，一直到有一天我推着一个长者，我一直以为他失智，他都没有语言的一个老人家，推推推推，我就在走廊上，然后我就唱圣诞歌给他听，
好，就是我唱国语啦哈。然后他就走一走，他就一直回头，一直回头看我，然后他就问我说：“好 ，Where are you from？” 这样，哎，不是失智病人。然后我就跟他聊，原来他是一个英文老师，他去过很多很多的国家，然后他就开始慢慢的告诉我他的故事，他有几个小孩，他，然后我就发现说，机构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住久了人会很丧志，所以为什么要在地老化？那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环境？而且我们亚洲人，我们台湾人真的要创造在地老化的环境。我在澳洲的环境里面，你看到他们的每一个房间都是单人房，每一个房间出去都有一个门口，出去就是很漂亮的花园，而且他可以选择他要使用的家具，还有他的环境美轮美奂，但是是没有温度，没有爱。那我在跟我的伙伴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伙伴也曾经虐待老人家。好，就是因为其实工作压力很大，我们四个人要照顾六十几个老人，好，四个人照顾六十几个老人，所以我们去上班的时候要协助他们如厕、用餐、沐浴、上床，这是很累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失智症的长者，那一天他都非常不愿意配合，他就一直很僵硬这样。然后我的同仁，因为我们很有时间压力，他就直接用他的膝盖就顶他那个小腿的骨头。然后那个老人马上软缩，就立刻愿意配合，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就把他送回去房间。那那个长者大概有一个礼拜没办法走路嘛，只有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好，所以不是说外国的月亮真的有比较漂亮啊，真的。好，那所以我的教学目前是比如说在。我原本是教法政医学院的护理系，然后长照研究所，然后后来就回到台东，在高龄健康与照护管理的助理专班哈。那会看到就是目前就是培养我的学生最基本的就是在长照领域要有一些专业这样子哈。那这是我们带学生研究生去日本的时候，在跟日本的机构，我想分享就是说，其实这四个餐点哈，一样都是一样的ingredients，它的每一个菜里面饭菜肉都是一样，但是因着长者的牙口不同，有不同的质地。那在台湾的机构，我之前去评鉴的时候，就是老人家会吃到一碗稀饭，里面有装卤肉，然后把菜全部搅碎在一起，用的是干碗。请问你可以接受你每三餐都吃这样的东西，而且那个稀饭是灰色，就是有一点咖啡色的。好，对，然后咖啡色的三，就每天吃三碗。好，就是这个样子。好，如果你是比较不好吞咽的话，稀饭大概全部都打碎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他们做的比较精致的地方。哦，你看这个其实都一样，但是因为它的牙口。还有他的手的功能，他做的质地就不一样。这个是，所以我在澳洲工作的时候，我六十几床的老人家，没有一床有鼻胃管，只有一床他是十二指肠管，因为那个太太已经小脑萎缩，萎缩，家人舍不得他走，所以他是用持续管灌，那其他都没有管灌，也就是说他们吃的东西质地都是非常软的，全部都是很。比如说肉泥、蛋泥、马铃薯泥、地瓜泥，然后喝的是有类似已经加了配方，我们讲那个什么，就是比较稀稠，喝下去比较不会呛到的东西，所以也都没有地位管，照顾可以照顾到这个样子。那再来就是刚才那是机器人，然后我们到社区去，我们的一些经验，那大家知道这个是机构里面的什么设施吗？猜一下，日本人是不是一定要泡澡？所以他们让失能的人还能泡澡。那他要怎么泡澡呢？旁边就有一个，他可以躺上去，然后可以扣上去的一个类似轮椅的东西，然后有一个自动就沉到水池里面去做泡澡。泡个三五分钟，所以日本的感染率在泌尿道感染率是最低的，因为他们的清洁都做得非常好。这是一点我们也可以学习，就是说，因为长者还可以维
维系他原有的生活习惯，而不是都在床上擦澡。好，那这一点是他们真的每一几乎每一家的机构，他们都会有做泡澡。当然不是每一家都有这么大的澡池，那这也是我们未来可以考虑的哈。那这个长者为什么会围起来跟他讲他是台湾人？好，所以他在日本定居，然后他有很强的那个被害妄想，他一直认为那个国民党政府会去迫害他。啊，其实他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就一直跟他聊天哦。所以，未来我们的日照或者是我们的文件站可以做一个延伸的照护，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长者家里没有很好的沐浴环境，而且不太有无障碍设施。将来如果要规划日照，或者是就是说日照，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文件站，或者是栖居点，我们可以把卫浴设备做得更好一点。将来长者来，他就跟日本一样，顺便在这里洗澡。那我们也可以额外有 extra 的那个 pay， 就是对我们的日照或居点有一些 income 啊。好，那因为在环境好的地方，居服员在做那个沐浴清洁的也比较轻松。好，因为你知道有的长者他们家里可能还要烧开水，然后再提热水，然后再去帮他洗。有的居服真的很辛苦哦，还有用过那个电汤匙，他去帮长者洗澡，他先用电汤匙洗一锅热水，然后再提热水再帮长者洗澡。那个也就是说，其实不优良的环境会让居服有时候做不下去，也是这个点，就是说他可能很有热忱，可是居家环境会让他很不舒服。好，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可以考虑的啦。所以日本的一些优质的环境其实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当然日本人他们居民的就是说健康的饮食跟生活习惯也很值得我们参考。那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新加坡，哦，这是新加坡。那这是新加坡的公屋，我们都觉得新加坡应该比我们进步很多，收入很高，其实他们的医疗照护做得比我们差很多，还有他们的基本的设施，他们的医院很不足，所以当他们来看到我们的急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排队，对不对？那新加坡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只是小 case， 他们的医院呢是排三排满满，所以他如果要找那个病人去做检查，他要把所有的病人先挪出一条道路，再把那个病人再挪出来这样子。好，所以他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做的比我们还差，目前还在努力当中。那这是我们带着学生去做居家照护，好，这是远远看到的一只脚。好，那其实他们的照护真的做的比我们差很多啊。这个是义诊，这个是跟慈济的团队去做义诊，好，也就是住在公屋里面这样子。好，那这是去马来西亚。好，我们带学生去马来西亚看环境，还有去做文化交流，然后跟着马来西亚慈济的团队去看马来西亚的环境，还有他们的医疗。那我会觉得说，在做护理跟长照的部分，我其实很常带学生去在地社区关怀长者，到现在也是都还是在做。我们会做地毯式的搜索，或者是说这个是在建农里哦，带学生去关心独居老人。然后针对他的状况提供一些处方这样。那台东是孤老第一名，好，全国的孤老第一名。那其实很多有犯罪的人他会找这个软柿子吃，也就是说他会去敲门，知道他哪一区，他知道哪个社区里面，他就会去敲门，知道老人家是独居，他之后就会想办法来行骗。那行骗的理由不外乎就是帮你换瓦斯的设备啊，检查什么设备，然后拿很高额的那个钱，或者是说骗你做投资，那那个金额大概都3000-5000，好，3000-5000。那长者会觉得他去报案，就算他报案，他也不想告他，因为他之后要去法院的话，他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在台东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孤老的长者其实很辛苦，还包含说，那个他拿了长者的东西也就算了，他发现我们长者有时候有那个就是系统，或者是家人会安装那个监视系统，他很怕他被录下，连整个系统都拔走。好，这样的案例也是很多哦。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才在讲都是谈照护，我现在学校这边也很积极的，就是在做健康促进的部分哦。那就是协同卫生局的计划，我们在做那个大社区里面去做健康照护，因为我们希望长者能够越晚失能越好，然后就在做预防及延缓失能的一些方案的研发这样子哈。那带着学生，还有带着一些长照相关领域的去做这样的模组。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教育学生小朋友也很重要，小朋友是真的很重要。那所以我们也在做营队的部分，那会觉得说我们原住民的大学生对部落的年轻人有一个憧憬，他看到大学生，他看到大哥哥大姐的样子，会开始好奇大学生生活是什么样子。那我从最早在马偕医学院的时候，就把学生的团队带来太麻里的大旺国小，那后来慢慢的自己又在高招又做了两个营队，待会给大家看，就是说他们会成为部落小朋友的一个模范，他看到大哥哥大姐姐的样子。那我们的学生很特别，其实我们有一些学生他是慢慢的都是刺青，然后当他跟我说老师他要参加营队，我就说你的刺青怎么办？老师戴袖套，好，他就真的戴了袖套，真的戴了两个礼拜的袖套。然后他其实平常可能在教室里面或在学校是很无厘头，可是当他变成老师的时候，完全又变了一个人了。好，他有机会去变一个老师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双赢哈。对台北的小孩来讲，他们在台北都自怨自艾，觉得自己家庭不够富裕啊，环境不够好。当他到大王国小去看到那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好辛苦。回去待了一次两次，回去以后就改变了，好，就看到更多比自己不 OK 的哈。那另外我会觉得说，学生现在的学习是很直接的哈。那因为现在 AI 还有网络，其实我们发现学生的注意大概只有10分钟到15分钟就一直滑手机，所以现在的教学全部都要有真实的情境。我大概只有带你1/3的课程，然后之后可能1/3到2/3我就带你到社区里面，你直接做服务，那会发现其实那个收获会更多，因为资源很丰富，学生如果想学很快他马上可以找到资源。好，那老师学校的功能现在就会变成说，老师是引导一个方向，老师是提供什么那个应该是说引导方向，还有老师用他的经验在跟学生做交流，那学生他想学的时候他就无可限量。好，那所以更真实的情境，他们其实反而对这些去社区里面啊，去协助啊，他们觉得收获很多。好，那他们也很直接啦，常常都会说：“爸妈，老师，我爱你，我爱你”之类的。好，那为什么觉得教育要从底下扎根？我想分享底下这个，就是我在做市政教育的时候，最后我会请同学做心得，简单的心得。那这个是专业的学生，也就是高一，他们上完市政的课程，他会说他本来觉得外婆很烦，一直叫他妈带他去打针吃药，然后。后来他才发现，原来外婆是失智症，他觉得要多关心他。那这学生他本来一直很讨厌阿嬷，一直讲同样的话。然后呢，他看完影片、上完课之后，他发现说，原来阿嬷也是失智症，他觉得以后要对老人多一点耐心跟包容。那这个也是说，他希望以后能够有多一点耐心哦。那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回馈，那在这里就是说，我一直以为我外婆是故意的，她一直问同样的一件事情，或者她如果跟妈妈去看她的时候，因为阿妈一直问一样的事情，她都会借机离开，因为觉得很不耐烦。后来她觉得说，好险我的阿妈还没死掉，所以我之后去看她，我应该要好好跟她说话。好，那我要说的是，其实为什么会有大武卫生所？其实就是超兵医生的守护是一个生命，那慢慢的再拿回线才会越来越好。那待会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在这次的评鉴里面，我看到新化文件站有一个返乡的媳妇做得非常棒，她是一个护理师。那如果大家有去新化文件站，就知道新化那个部落要这样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哦。我第一次去当
我的那个评鉴委员的时候，就这样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上去。那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就知道，反正就是要做很久，然后就有心理准备。但是去到那个地方，就觉得哇，越做越棒。那所以其实，在偏乡里面，真的，尤其在南回，就很谢谢南回基金会跟协会在这边的努力。我们真的看到今年看到很大的改变哈。那最后要讲的就是说，超方里的社会没有人是局外人，我们觉得我们一起积极的去布局哈，然后才可以去面对超方里的社会。我自己也让跟布朗骑士衔接了两年。好，让老人家跟学生做互动这样子。那这是我们今年目前在做的预防及延缓失能的方案，也希望说能够在社区里面多做一些健康促进，而不是一直强调在后面的照顾。希望老人家越晚老越晚失能越好。那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学生。要成就这一场活动，真的动用很多很多的人哦，每一站每一个点，然后很多长者身体状况并没有那么好，常常可能到了就要就医这样子哦。那再来就是像我刚才提到说那个新化文件站有一个很棒的媳妇，好。带着长者一起跳舞，那他们这一次在比赛也有得奖，很少，我们那个比赛很晚，我们六月去评鉴的时候他们已经跳得很好，然后我就说这个应该就是 EPK 嘛，果然我刚好也是那一场活力健康操的评审，然后就觉得哇，真的跳得很好。好，那再跟文件站台东有106站，其实我们几年的评鉴下来都知道，活力要好跟照顾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好的照顾员他真的可以照顾很多很多的长者。那所以我们在教育方面也是希望说能够触动我们未来的人才，他知道我在这个长照里面我自己的一些感动跟使命感，这样子才会能够做得久，才能够延续得久。那当然我觉得我回到台东以后就是跟很多的团队一起合作，那我跟小林啊每次我们见到的时候啊，都他应该都是每次都是在评鉴，所以那个关系很不 OK。 今天终于在不同的场合，就像上个礼拜我在做芳疗的时候，我去做芳疗实习，我帮很多照顾员按摩，他们也都很紧张，老师，然后说没关系，我今天就是来实习帮你做按摩，那那个关系又不一样哦。那去到很多站之后，越来越多朋友，然后他们就会说：“啊，老师，你是要学几样？你怎么这个也要学？”但是就觉得我们希望在这一块土地的人们一起努力，让长照越来越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丽姐。16岁的少女，看着爷爷的遗憾，转换成为带着更多16岁的少女，去面对她照顾了更多的爷爷、阿嬷，能够得到好的一个人生的亲情的终点。的确哈，将来失智一定是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那失智在一开始其实表现的不是忘东忘西，一开始表现的是忧郁，再来表现的是。展望，可能他会怀疑别人偷他东西，别人要对他不利，那这些往往都会是一些很多亲情破坏，对，或者是关系破坏的来源。那我想更多的这些理解沟通都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一个语谈交流。那好，两位老师在台上吗？好，两位老师请坐在台上。对。
那不过呢，因为今天的语谈交流，那个美瑜有先排功课给这个两位老师，请到台上，大家可以跟你们讨论。我美瑜有排功课给，就是先给四个语谈人哈。我们先来那个欢迎孝君，好不好？孝君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有听了这样子的主题，这样子的演讲哈，你有什么要分享给大家？基金会能够给我这个一个机会，因为今天其实是最主要是以这个长照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其实本身自己本身会透过在博物馆这个机缘奇怪怎么会跟长照有什么相关，虽然只是在我这里做这个展览。其实我刚刚很认同两位那个讲师的这个看法，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对于高龄的部分是蛮注意，因为自己本身家里面也是在长辈的，我的妈妈是视障，高龄的视障，那哥哥呢是高龄六大，是一个55岁的智力的人这样子。那他其实也是在家里也是有一些长照在执行，但是呢，我自己的工作本身本来是从会计变成到博物馆，就是还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那最主要到博物馆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是在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长照的妈妈，很早就有一个哥哥要去准备。那经过这样长照之后，其实我会计跟他们没有连接，那我自己到优势原住民跑到博物馆之后，就变成做一个乐龄的一个文化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到了博物馆之后呢，一件事情，我来的时候是8月8号，各位记得在某一年的8月8号，台共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八八风灾。那我就跟博物馆的那当时候是同馆长，那同馆长好，那就跟我讲说，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原住民，八八风灾，我能做什么？我能够跟部落能够结合做什么？好，第一个就看到，因为我就第二天之后就去了到了现场，看得到老人家在直接看到房子这样子飘走了之后，然后他说没有了，我的记忆，他们记忆没有了，被风吹走，吹走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它留下来记忆。那个记忆呢？那因为在这个长照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开始回到部落里面去帮那个老人家的记忆找回来，就开始先从物件一个人收集回来。我发现到他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虽然很多的医疗进去了，要帮助那些老人家，但是呢，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心灵的那个。没有回来，我们说叫没有回神，在我们那个瓦山里面没有回神，然后那个里面，那我们就想说，除了医疗以外，我们是不是在文化这边是不是可以接受？我们发现到他们的记忆其实还在，只是物件不在而已，所以我们就从记忆开始，就是从很多的记忆把它追回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那个加兰部落那边就开始做一个记忆追回。第二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回到那个达伦马克这边，开始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了老人家有很多的记忆存在，但是他们其实很想参与社会，参与部落任何事情。可是老人家呢，在部落，因为小朋友都会说，会拿手机，会拿其他，就老人家的这些东西没有，就是你不会用啊，那我们来做就好了。我们来做的，可是老人家其实我们想要做啊，只是我们脚不方便，我们想要参与部落的所有事情啊。那其实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做，他们也是就虽然很敬重的在坐在中间，很尊敬的他们，但是他们只想愿意想参与，不想被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还没有完全失能，他们还有他们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也发现到说，他们有一个叫做飞舞的勇士，我们用了一个飞舞的勇士，就是他们蝴蝶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曾经是部落勇士，他是一个救灾的一个很会长跑的老人家，这些东西他以前都是曾经的荣耀在那里，只是他现在脚受伤了，分手都没有，就退化了之后，但是他们的脑袋还在，所以我们用把他们的记忆把他抓回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办了展览，由他们自己讲他们的故事，告诉他们年轻人。然后从跟年轻人讲很多的物件之后，
年轻人办不到的事情，老人家办到。哎，这个时候年轻人不在前的时候，你们老人家没办法，你老人家已经不行，其实老人家还有很多这样的记忆，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记忆找回来之后，用老人家来自己讲他们的故事，来再教育他们的小孩，小孩也再继续学到这些东西，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后来我们又进化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到跟文件档结合在一起，文件档结合在一起，在拉完了。那个文件在是什么呢？老人家其实他虽然很多东西在一起，可是他临死的时候都不讲话。我们集合这些小老人家，我们先做了一个功课，就是把所有的声音收集起来，部落的声音，部落的什么声音，过去曾经可能的声音，抓小就是小米收到的时候，他会在上面放很多的瓶瓶罐罐的酒瓶啊，或者什么，就是要赶小米。啊，赶小米就把那个铁罐集合在一起，咣咣咣。他们说那是我们抓小米的那个抓小米的东西。每个人大家就一个老人家讲，第一个开口，其他人开始开口，一直开口的东西，大家就共同的记忆跑出来。那些老人家共同记忆出来之后，他们就很活跃。结果后来发现到说，我们第一次上课之后，第二次上课，第三次上课，他说还有没有？我们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跟你讲，我也没有跟小朋友讲，我还想跟他们讲，只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不懂，他们觉得我们好像就只有这样，就坐在那里。其实他们还有这样，这是一个在那个拉拉拉的经验，在用声音的方式回起他们的记忆。最后还有，我们也到南回之后，我们到那个纵谷，在纵谷这个地方，在纵谷地方找了一个叫坎顶部落。好，坎顶部落有很多的猎人，部落族很多的猎人的那些考验啊，就是他们的训练过程。就我们去找了一些陷阱或者什么的，把它抓，就是抓起来之后，那小朋友不会做，啊，就这个他以为很简单，去做的时候不会设陷阱，连那个陷阱要做的时候，自己手都受伤，什么都做不起来。那老人家一说，你很不知道这样，你应该要有什么技巧，结果他就在传他们的一个记忆。到现在，我们那个坎顶部落也叫做猎人的考验，他们出了一本书这样子，然后甚至呢把这样的记忆带到视障者也可以去体验什么叫猎人，就做陷阱，去打猎射箭，然后在山上里面怎么看山猪的位置这样子。那这个是反过来，就是连他们现在在那个。那坎顶部落，他们还有一间小房间，在讲这个猎人的，他们曾经猎人的故事，都是有老人家，只要有游客进去到那部落，就是有老人家来讲他们的猎人的故事，这是小米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也发现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会，这些老人家的私人啊，或者是说可以，似乎可以就是减缓他们的那些是用记忆的东西来加强他们跟过去的辉煌的时刻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故事我想跟各位分享，是在新山部落，在海岸线。那这些老人家在跟他们讲记忆的时候，空想他们想不起来，声音他们也想不起来。那结果呢，我们说你们在哪里捡食，就是采集食物。在采集食物的时候呢，他也说不清楚，说什么我们给他看平面地图，他也找不到到底在哪里，说不清楚。结果我们做了一个立体地图，这立体地图不是我们做，是由老人家他自己做，我们教他方法之后，一步一步做出来这个传统的一个范围这样子。做完之后，有一个老人家说，在就在这个山丘爬上去又下来那个河流那一条线那边有那个虾子，可以抓虾。在那里，那个山猪最喜欢躲到那个死角的地方，就爬上。那个老人的记忆，他是用走出来的，爬上去又爬下来，或是什么山上躲起来什么，这个是他们组织。然后做完这个地图之后，一个老人家讲完，两个老人家一直出来，三个老人家一直讲，就变成我们现在变成之后是跟现在的活动叫做走读部落，走读台湾那个反过来叫走读部落，有部落来去讲，有老人家当领队来去。他们的那个位置，然后诚心把那个他传统的领域的那些地点名称，现在可能叫做山脚下，那可是以前叫港湾，这样子的那个传统地名也把它，他也很确定，好几个老人家都确定那个点有那个名字，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再重回这些老人家曾经的辉煌时刻，是我们现在博物馆正在做的，也就是现在西部也常讲叫做社会处方签。我想要跟两个老师来做连结，是博物馆有这样做这样子的社会处方签，不管是音乐处方签还是什么，如果说的文件站或是社区发展协会或是这样子，不管南回海岸线或是山谷线，如果有这样的话，如果各位觉得除了那个长者长照的长者以外，照顾者也很重要，那个照顾者进心理压力，如果可以的话，开一个处方签，我们博物馆其实可以带到博物馆，或者是用定做来规划的方式到部落去找那些老人家，让他们去记忆回想起来他们共同曾经有的那个荣耀。谢谢少卿的分享，因为不管喜怒哀乐，记忆都是我们曾经活着的证明。那不管我们几岁，我们都还想跟别人证明我们曾经活过。对，我想这个可能是在照顾老人的时候，他们很期盼别人能够重视的。因为我女儿在念医学系的时候，念辅大，她很重视人文教育，她就被派去照顾一些老人家。她说：“妈妈跟你说，完蛋。”我说：“为什么？”我有个同学很无聊，无意当中跟老人讲的日文，那群老人是日据时代的，他们就像你讲的，你以为他们失智，他以为你失常，就是这个人哪来话那么多。他一讲到那个就是你唱的歌，他开始一下，我有个同学，他们有个同学开始讲了日文，启动了老人们的开关，接下来无论是除草吃饭，现场大家都在讲日文，突然话就多了起来。所以我觉得曾经想要跟大家证明我曾经活过，我想可能是不管几岁我都会想要做到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这个小学弟徐超斌。哦，先说话。哦，你要最后一个压轴。我换讲太多了。不怕讲太多。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先说好，我们南回居家护理所真工作人员没有真的是血长相，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这么的意外，就是我们不是用长相学的，但真的就是俊男美女哦。对，好，那我们是不是先请萱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一个居家照护的主题？因为萱子是护理师，我想他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是当护理师来面对部落老人需求的一些想法。好，大家好，我叫萱子，然后我是南回居护所的护理师。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本身是南投新乡部落，对，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原住民，后来我下来，我自己也是台湾的媳妇，对。那我觉得我来到台东，我就是这边的人，对。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说要选择在偏乡？因为其实我之前，前面在南投的时候也是在部落。我之前有带过长照项目期，然后也有协助我的进展，像刚刚那个陈老师有跳健康操，对，我就也感触很深，这样。对，然后后来来到台东之后，其实我来到其实这地方对我来说刚开始很陌生，对，然后我就是也是在网络找工作，后来我就是看到网络那个实习。后来看到南回这个字，然后看到原来这个地方还有一位医师，就是想要守护我这个南回的力量，所以我是觉得特别的感动，所以后来我才投入在南回。对，然后再来就是那我另外再分享，就是像刚刚那个应姐刚刚有分享，就是在 AIO 目前我们就是在居护所一起在执行的工作。其实刚刚放的影片跟照片，其实我们感触蛮深，因为自己也在，就是在过程当中一起在跟长者在经历。对，我就觉得，其实不管我是护理师，啊，其实像是居服人，像是你的团队，其实都很重要，没有谁上谁下。因为其实我们要去进去到一个家，就是我们会看到他的需要，然后不管是我们护理师有我们护理师的专业角度，但是照顾人也有他的照顾的经验。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互相是为了这个长者他的生活的照顾他的品质。然后另外我也分享刚刚那个
陈教授刚才有讲到日本的部分，因为我前阵子也是刚从日本见习回来，然后有去上个机构，对，然后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动身的部分，对，然后我那时候在也在一个机构，就是看到不管是失能长辈、年长的行动不方便的，或者是有身障的，或是小朋友，连宠物都可以在一个空间，他们是一个就是你不会就是不是不合的一个空间环境下，他们是可以一起共生的，对对对。然后还有看到就是像是有一个坐着轮椅的一个长辈，然后他是行动不便，他没有办法站起来，但是他用他能做的事情，他帮助他隔壁有一位更需要帮助的一个长者，就是协助他吃饭。对，这个画面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他们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们在这个空间、这个环境，因为他们就是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的观念就是觉得这个空间环境就像一个家，对，不是说你客人是被服务者，对，你给钱然后我就服务你，他们只要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像家一样，就是一个有爱、有温度的一个空间、有环境。就是让我特别感动。其实还有很多，好，那我先讲到这边，谢谢。谢谢朋友，今天观察很多的意思是，我们就是下次再排一次，然后要选择一个人独讲，然后一定会排给你。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欢迎就是目前，那目前呢也是就是在这个居户的里面展现相当的活力，那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服务，那我们来欢迎目前也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喂，大家好。好。我本身就是南回的人，然后我是大武乡，然后南新村，然后所以我大家都说偏向医疗，可是我觉得我是在地医疗。然后其实我做护理师之前，我也是做产照，我是护理系啦，护理系毕业之后，然后我第一次我没有考到护理师，然后我之后就回部落，然后刚好部落那个也是文件站有缺人，然后我刚好是护理背景，然后就不用去实习，我就直接去当那个照护员，然后之后也是考到照护员的执照，然后在那边当了两年的照护员，太快乐了，然后还刚好疫情期间，然后那个文件站不能那个老人家不能来，长者不能来，然后刚好就这段时间可以准备一下护理师国考，那或者是国考就考过了，然后在前年就是。我没有走临床，然后刚好去南回基金会第一批的居家护理所刚成立，然后那时候有缺护理师，然后我想说我去投马街投基督教医院，然后都没有什么那个回复，然后一投那个南回，隔天就有回复了，这样说不定是上帝的安排，哎，就是不要让我离开部落，然后我在这边目前已经做了两年多了，就我没有走临床，我直接走居家护理师，其实这个是。蛮特别的啦，因为每个要走居家护理师这条路的时候，其实你的临床经验要很够，因为你是一个人出去，你不会有医生，也不会有他人，你就要去个案家。其实我第一次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去个案家，我觉得真的是怕得要命。可是我幸好我的脸皮比较厚，幸好我个性比较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就要假装很镇定，去到个案家的时候，虽然你不会，然后我就说，打个电话，然后其实赶快查资料，赶快打电话给学姐。我第一年是这样的，现在没有喽，现在没有了，可以很放心的，可以很放心的交给我，可以吗？好，就我在这两年当中，我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其实居家护理师很特别，是你不单单只有看到个案，也不单单只有看到那个这个病人现在的疾病的问题，其实你看到的是他整个的家庭。他的社会支持，他的那个部落的环境，还有他现在的资源是什么？其实你看到的更广，就是他现在照顾员是怎样，他的服务是怎样，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你不知道呢，你会觉得你会有时候一时错乱，我是护理师还是社工还是什么角色？可是你会在这个家庭当中，你一旦接这个案，你会成为个案家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啦。就是你要负责去连接个案的资源。对，
这个不单单学护，我发现我做这个不单单学到护理的经验，哎，没想到那个社工照护也还是各管事，发现都要去社会一点这样。然后我刚刚我就挑重点，我刚刚发下来，不是有发那个纸吗？然后想那个诗，就我刚刚很认真在想说这个诗，然后我在想一下我的病人，我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可以想到什么诗，然后突然想到是哎，想到还没有完整的那个雏形。然后我刚才想说，哎呦，这种居家照顾像拔河，然后生命就很像一条线，然后在两端就是可能一端是我们，可能是医疗人员照顾啊这样，然后另外一端可能是个案的疾病啊，或者个案现在目前的那种困境，然后我们要在这当中不断的拉扯，然后直到这个案可能最后不在了。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刚才在想，稍微想一下。稍微想一下，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们看到病床吗？病床不是那个围栏吗？其实如果你这样侧看的时候，它就很像一个肩膀，就是它一根一根那样，我知道吗？然后我想说，这个病人困在这里的，往往从来不是因为他的疾病被困在这里，而是失去了那个看见希望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是这样学者啦，我刚刚在去思考。我发现对他们转变，他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让他们我们可能一时之间也让他们去亲那个，去给他们这样服务。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病这个个案，我不讲病人啊，这个个案他看见了有希望，而且这可能是我装鼻胃管了。如果是一个病人，他装鼻胃管回到家里，那后续的照顾就家人就是一直灌食给他。从来不会尝试让他有口进食，所以久而久之，他的就退化了。他然后就可能就是失控，可能一直都死掉，他就一直装鼻胃管。可是当今天我们的团队进来，让他练习尝试用嘴巴吃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我还是可以吃的。然后就开始就是很想要去练习，很想要这样吃，虽然会呛到，可以慢慢这样吃。久而久之就可以，当你的吞咽能力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脱离鼻胃管。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很大，所以往往可以不用处理的从来不是疾病，而是因为你看没有看不见那个希望的。坚持下来，坚持下来。我觉得啦，就是我刚刚想的啦，我刚刚想到这个诗，三首第三首先保留，还没有想到啦，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居家是。非常美好的，就是，而且就是自己在自己的部落这样工作，其实那人文文化跟那个你进去的时候进去那种有家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是来自各样的怎样的职业吧，可是我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可以一起走到那个这样居家的那种安全感领域这样，然后帮我们彰化这边看一下，有那个彰化医疗交通法的居家护理所专业护理师，好，谢谢大家。你如果你在当那个真居家护理师也写得很好诗哦。谢谢目前哈，他说的生命像拔河，一端是盼望，一端可能是放弃，或者一端是希望，一端是绝望。对，所以呢，而他是不是写完这个诗？我那天不好避免啊，这部分我自己也
对，照顾别人同时，要想到自己有一天要被照顾。我们一直想到这一点，我想我话讲到这里就跟你说话了。他在照顾别人的同时，杨老师。啊。啊。笑面笑面与内裤，我懒得理你。好，那我们是不是今天是演讲者跟语谈人，我们一起来一个大合照好吗？来，哦，好，我们先照一张之后要 Q&A 哦，小云啊，来，那个美女帮我们。我在想要不要拿这一个，拿一下后面的。对，这个也要。对，来。哎，对呀、啊，你怎么？我刚说 Q， 你竟然默默的变。我听错。听错吗？好，请到我这边。谢谢。好，那我们今天难得大家都来到现场，有没有什么想要做 Q&A 的部分？对，那我们先邀请我们这个从台南来的，有没有什么对我们台东的盼望，跟有没有移民来台东？谢谢，对，我常觉得哈，我一直以为，来到台东帮助偏乡的人，我们是他们的礼物，但是在这边待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们才是我们人生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看到、看懂更多。对，那还有没有朋友要帮我们做分享的？美玉，你要点名谁吗？玉。
就是比较焦虑的家属，所以就是当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无力感，然后什么的。那我觉得今天听到这个分享，让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可以，就是那个转变可以是变成这样，会有，就是会不会有感受到这个温暖这样。谢谢。那我们参加过一个抗癌斗士的活动，那我上台演讲，有一个护理师，他后来得了四种癌症，都是原发的肺癌、乳癌，然后骨癌，最后是脑癌。然后那时候的卫福部部长是薛瑞元部长坐在台下，他在台上呢，直接就问了一个问题，我放在心里面一直。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他说：“部长，我想问你，我们啊上课啊学，就是学学校这么多的教育，怎么从来没有一堂课教我们怎么面对死亡，对不对？”他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要怎么面对死亡，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跟我的家人一起面对死亡。那往往这样子的分离啊分别，或许那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但是留下来的人往往其实。”更多的心痛，所以他说部长可以建议开一堂课吗？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但是我们从来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我们似乎都没有上过这一堂课。对，那所以我觉得今天两位讲者在他们的工作跟人生的付出里面，其实都是在教会我们这件事情，也像是宣子跟目前分享的，就是那两端对爸爸和。对，当最后有一个盼望，或是像你讲的话，他有一个愿望的时候，或许最后的人生的每一分钟都是一个不一样。那不知道还没有谁要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的？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也是在台东的吗？对。幼儿园都是我们的。
谢谢老师你的分享。对对，就是这样，这样趟这么远的路，但是其实带来的是很多的一些分享，也带来的是很多后续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那还有没有年轻的朋友？他们现在都在闪我的眼神。来来来，你笑得很可爱。来，你们推派一个代表，谁来讲？来，笑得这么可爱，分享。大家好，我是在大武山上武国小服务的老师。哦、就是在教学现场，其实也有看到，就是说，家长啊、小朋友，就其实也很感谢我们南回医疗的这个资源，因为到了卫生所，其实这些其实都是有帮助我们的偏乡的家长啊、小孩，很多自己有使用过大卫生所的资源。对，然后。我们也有学校的校本课程，也有跟那个去那个南新的文件站，所以刚刚听到的考院的新书，所以现在分享的课是，对，就是有一个很亲切的这样，就是我们去进行了幼儿共学的活动，然后看着波浪的房子，跟着我们的国小的孩子们，然后就是互动的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件温馨的事情，这样子。对，那另外不知道是可以提一下我们的困境。好啊。对，就是因为相信就是心理健康大概就是我觉得它也是成人就是健康发展的地方。对，那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就是像我们在教学现场其实会有遇到很多的可能是家庭有状况的孩子，那像我是学校的兼任辅导老师，然后可能就会遇到比如说性侵的孩子啊，受家暴的孩子啊，对，然后就是现在我们自己有一些基础的训练，可是常会觉得就是我们的能力好像还不足以支持这些真的有状况的社区啊家庭，对对对，然后就是所以我就常会很需要说有没有一个很专业的心理的资源，比如说是心理师啊，之类的，是可以就是驻点在我们的南回县下，因为像我们的南回县已经至少三年没有一个就是专门的驻点的心理师，对对对，然后像我们学校最近的案子是，就是我们好不容易考到了经费，但是我们怎么聘都聘不到心理师，对对对，所以我想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有这样子的心理医疗卫生的资源进入南回的话，会是对我们南回学校孩子们和家庭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谢谢，太棒了，很好。谢谢，谢谢你的分享。我记得之前跟孩子的书城爸那时候的对话，他的确有跟我讲到，就是好像在原住民部落里面的孩子，其实受到家人的这些相关的伤害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我那时候听到我吓一跳，我听到我就问他说：“这个数字是真的吗？”他说：“对。”这就是为什么他只是照顾自己家的孩子，会照顾一整群的孩子。那我想这里的部分，可能不管是基金会还是协会，也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那也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很棒。那也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需求，我们也会为这件事情一起耐心努力，一起努力，好不好？那我们最后是不是我们回座位，从前面一张大合照？好，哈哈，对，大家都坐在位置上，好，坐，来。是吗？那怎么好意思？天哪，我还。
其实就这几年也都会有一些的那个提拔哦。然后我现在算是算是比较常跟南回基金会的，就是随行活动开设这样子。对，那因为每次不管是跟巡师出去，或是有活动上面听到巡师，或者是就是日常跟老家，就是跟老家的互动，或者是活动这样子，其实都带给我很多的感动，这样子。对，谢谢。谢谢。其他应该有那么多粉丝。好，那也是谢谢大家参加。如果以后在路上，然后在部落遇到曹兵，记得他或许今天没有办法认识每个人，但是你要跟他讲声你很帅，他一定会报给你，回报给你一个最灿烂的微笑。谢谢各位今天的参加，谢谢大家，谢谢。